大家好，东北斯老师，今天领朋友上养殖户家，看小猫子的体态啊、长相啊、价格啊，都来看看怎么样。来，又来个养殖户家，哎呦，看看小牛刚下的，看这养殖户家都有什么牛，看看小猫子，哎呦，看看什么价，没地方放的地方。这小秃头，里边的大点的，还有啊，大点，还有那个1000斤的，这个，这样的，这能500斤没有，400多斤，有400-450斤，没有500，算五眼的。哎，你这个啥价啊？哪个？这个地房那个。1万4，这个呢？这个1万4，1000块钱。这个要价？哪俩？就那俩吧。这个，这一个。这俩一起。9500一个。欠标，这纯放的草牛，这西藏牛的牛，这么大的，少，这么大一般下边没人卖，都得是大点，这大点。那个呢？那不卖啊？那能卖？不能卖，那成串儿。小牛买啥的？买那个好的啥的？有百味有个白头，你也要400斤的啊？对，那都700多斤，700斤，这都800来斤的了，那这里边都1000来斤的了。小那个素800来斤，你就得自己育肥了。为了啥？这现在卖好卖，这玩意儿年前都出栏了，这么大帮子，那你们愿意买小的，一般都要买大的，大年前都出栏了，这小的现在出不去。再来看看，这牛蹄就掉了。那咋整啊？这啥价啊？这个，老板啥价？老板，要价呗。要卖价，卖价啊！卖价12000。妈，12000。这里还有。再来看看这些牛。这多少钱？这多少钱？啊，这个牛价给你再议价。你这是多少钱能卖？1500，卖价。多少钱？11500。这个要11500，要价。差不多。你们这卖有意思，要多少钱就多少钱。不是，我跟俩讲的。讲，我跟俩讲就要12000了。死的魂那就完事儿了。这就死的魂这样了。长得一看看长相呗。多少斤？有400。哎呀，有500斤没有啊？500斤能给你啊？那赌牛都行，别看这肚钱儿没了，10500。看看牛要价和还价，这小牛要价11500，给10500没卖。嗯，这俩多少钱？这俩吧，就能给你一个牛给你，就是要100块钱。11500，14000。11900，就是出了。这11900。那11400，行，你要行的话就2850，我就找车去。就23000行不行？行，你就找车。行，你找车。行，你找。行，差不多了，你看，你俩研究。喜欢行的话，他家那个拉。一招让他都拉的。我圈里头还有一个这道的，那边呢。你让你进瞅瞅去。唠别的都是电话，这多少钱那个？啊，这多少钱？你给吧，我听听，行，给你，行。你不买就要价花钱，你我给我要11500，我想要那个，我要价，那个不说11500吗？你给价，大哥成不成行吧？10500，这俩成了，23000。啊，我说身腰没有那个。哎呀，你这不识货呀！高估价，高估价一拉呀，都大面条了。这不用比的，这么大字儿，这一行。你给送去，送啊！啊，三缸牛，给送到牛皮上去了。这个是10700，是不是啊？这个10700，那两个是23000。嗯，对。先买了三头，一会儿继续上养殖户家去看。这个牛壮实。10700。啊，小牛，哎呀，好，还挺荣幸的。这妈能有多重？你看，也就是560-570啊。这多少斤？
6,000，那个630，又来一个。这一头和把头那头，两头牛，23,000。看这个牛级，这疫情管控啊，这牛级也没开。这把牛送到这儿了，先存上。一会儿看看抽过车，开始装车。我们这个牛啊，都是山上放养的草牛，跑山草牛，这好喂呀。这看了两家牛啊，你看这牛价、药价、还价。现在看我们那个东北啊，这偏僻的农村，这养牛，这家庭养牛这一块，上他家看牛买牛，就是药价和还价，就是这个价，成交价，就这个价。这个价和你们当地怎么样？大家对牛这块还有咨询询问的，请在我评论区留言或私信。好，今天就到这儿，咱们下期再见。